情报，处理资料，一份份摘要贴在墙上，是越贴越多呀。但在这白墙贴满之前，荧光大人一定能够拍板定案。拍板以后啊，他老人家就会碾碎所有资料，哇，把那些纸屑撒出窗外。好家伙，河山气吞，人尽知，天权为尊。您且想想，这玩意儿虽是纸屑，但宁光大人用来决策的思路，那得多珍贵呢。天权宁光，最近一直听到这个名字。